我有点崩溃耶。我觉得他眼神不大对了，已经好虐恋啊，我的妈。这个土豆也是削的，还在削呢。你怎么一直跟着我呀？因为这很香。坐，坐。咦，你看，你就是势力，只有诱惑的时候才。他这样他就不会相信你了。哎呀，你看那个眼神，这个眼神。哦。哦。哦。除非你给他吃一个。还小土豆呢。我有个问题。不是，我不是把那个不用处理直接放过去了吗？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放到盘子里，还是我们包装盒可以直接放在那？什么东西啊？没几个东西。我有点崩溃耶。我觉得他眼神不大对了，已经。危机感。我会不会太早崩溃？好虐恋啊，我的妈！上酷喵同步看《怦然心动》20岁大屏有福利，真想更好看。很生气的样子。其实，哎呀，他很容易就是很多东西都写在脸上。不是，他不是个开心果吗？天呀！灰灰，那个藕在你那里吗？哦，是。灰灰，这我给你拿过去了。这个狗在你这里吗？后半段要吗？你刚刚叫他什么？后半段要吗？你叫他灰灰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理你吗？他一直在你后面，灰灰。对，我一直叫灰灰灰灰。我是想是哪？夹着我就行了。我觉得他是能感觉到的。陷入到里面去了。那个是你拿来的吗？哪个？那个门口行李箱上的那个盲盒。嗯，为啥突然买盲盒？那是给你们的礼物。因为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没有说喜欢盲盒，但我喜欢，我就进去看了。完全的互动啊！我还买了那个香菇酱，反正就是学海底捞。那海底捞的惊喜是那个牛肉粒。但牛肉粒要收费了，它只有素的了。就是你可以加钱，对，有加钱你可以吃到真的，但是好奇怪，很奇怪，我已经花钱了，还要解锁，很奇怪，反正阿卓呀，阿卓，两个挺可爱，我想跳哈利波特的，你们已经看了吗？因为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没有说喜欢盲盒，但我喜欢，我就进去看了。你居然还好奇怪，很奇怪，我已经花钱了，还要解锁，很奇怪，反正。他自己又陷入了，被两只狗环绕的男儿。别跑了！已经从男二降格为群演了，是个悲剧。这世界很酷。